眼桥亲水空间。东眼桥亲水空间是三峡有名的玩水消暑景点。我们开车通过东眼桥向左转，没多久就可到达玩水区。这里有超大的停车场，满足众多的游客开车过来玩水。厂区有两间流动厕所和清洗台。通往西畔的小楼梯阶梯较陡，往下直接接到石块地面。下来就要小心行走，石块很不稳，走慢一点就对了。东眼桥亲水空间在夏季时，假日总会有好多人来此戏水烤肉。所以在假日时想来此玩水的朋友，建议早点抵达卡好位置，才不会晒太阳。这里的溪水平缓清浅，桥下就是遮阴处。水大部分就到成人膝盖，所以穿上短裤就可玩水了。这里设有警戒绳，只要不跨越警戒绳范围外，都可安心的玩。假日时，这里会设有救生员，让众多游客可以更安心地玩水。荣哥不小心滑了一跤，真是吓死宝宝了。西边有人玩水，有人烤肉，也有人在此打麻将，看来所有的人都得到自己想要的娱乐。虽然这样的水量玩起来很安全，但比较少人走的石头就会比较滑。所以玩水时还是选择前面一点，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。东眼桥亲水空间是一个亲子同游，一家大小都可以尽兴玩水的好地方。
如果你也喜欢一边玩水一边烤肉这样氛围的朋友，享清凉时这里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哦。